朋友，你相信奇迹吗？我入坑原神已经大半个月了，却一直没有出任何五星角色，无论是粉球还是蓝球全都白给。现在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要在小草神吃的消失前的最后一秒开出，毕竟小草神是我入坑以来的第一个神，有没有缘分就交给天意。能出一个新角色，来一拉也是可以的。结束了。哦，我不能接受，我一发篮球，奇迹！我还有1600，对不对？从现在开始，达达利亚，你就是草神。麻辣无限接近小保底，好了，是本保底兄弟们，哇，我这什么运气？不是新手保护吗？你干嘛还？没事，自己的没有抽到呢，还有粉丝号，对不对？好多粉丝找我代抽，我觉得吧，我今天这个运气算是记了，算你们几个倒霉吧。来上号，这个粉丝本来是有300抽的，但他自己没忍住来了一发10连，然后把他以这种运气公子自己抽到了，还出了个双黄。我的天，然后接下来号就给我了，这么运气不错的号自己出了一个双黄，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局面甩给我，啥都没电了，一切从零开始。兄弟，你今天你这保底吃定了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知道，你完了兄弟，你完了。根据欧气守恒定律，你这个号接下来一段时间应该感觉是记了。来吧来吧，继续继续，第一抽就完了呢，估计接下来得吃个保底。哎，太难了，今天确实运气不行。我靠，不会出了吧。啊，真的，我真感觉今天运气不行，这完了，还有210抽，专五也没出，一面也没出，你今天的球球估计得全搭在里面了，不好意思兄弟，是我的错。一命吧。先挖一个，然后再保底一个，你这200发倒还是正好。不过呢，我看这个新角色还挺好看的，颜值即正义，好用程度应该也还行吧。没事没事兄弟，节哀顺变吧。我算一算，在这个兄弟自己出了一个双黄之后，我总共出了130发，出了3把成语，没歪的公子，这算是，好吧好吧，看起来粉丝还是挺高兴的。哎呦，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？算了算了，下一个人，这个粉丝也是抽公子，好家伙，他讲究玄学，他来到了公子旁边，哈哈，这真的有用吗？他自己垫了30抽，现在有128抽，他说借点阳寿一定能出吧？什么鬼？借谁的？来吧。来一拉，来一拉，单锤。我是玩百里守约的，这种先 A 一下再放技能的操作叫做 A 顺，能够在极短的时间打出巨大的伤害。啊，但是很明显，这局肯定是 A 空了。哎呀，坏了，我这不是给他出不了了吧？啊，这抽到啥？托马。来了，托马来了，我他妈来了，撤，10万号吗兄弟？
角色池子已垫了70抽，20抽希望公子，剩下的抽神子专武，翻一下就是看歪不歪呗。不过这个名词我喜欢，汉服，我的小公，哎，我操，没有包子，那就看歪不歪了。下面登场的嘉宾是，哈，吓我一跳，嘉宾就是剑光如我，斩尽无杂。完了呀，兄弟们，我给粉丝问了。那我问问他接下来抽啥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感觉第一个击打我手的粉丝终于要出现了，抽砖五，哪能这么快就抽砖五？哈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这本来就不多的原石，现在越来越少。哎呦，求求了，抽吧，我抽不到无所谓，别给粉丝再玩了。我少后悔了，我刚刚说的是什么话？不会是个契约吧？嘿，那不然粉丝你玩一下。问问吧，一定有比我运气差的粉丝，一定有。比方说下面这位，他20抽宝地想抽一命神子，本来呢他应该是还是有点机会的，但是他预约我比较晚，我已经提前给其他粉丝抽了不少了，一个人的运气应该是有上限的，所以啊，20抽的小宝地确实没歪，但接下来我托马来了，我托马来了，托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最后呢，我给他留了8抽，真的不敢抽了，这还是要留着以后抽胡桃用的。哎呀，我怎么办？我现在只有个位数的原石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咱们开个盘吧，我就赌我抽到的第一个五星是谁？哎呦，哭了，真的哭了！